第二十题，根据甲和乙纸袋的打点轨迹，请判断两纸袋运动时的速度 v、时间 t 的关系图为下列何者？从前一小题我们已经知道，甲跟乙都做的是等速度运动了。那么我们又看到这边呢，在同样的时间间隔，甲走的距离比较小，乙走的距离呢比较大，所以呢，乙的速度比较快，甲的速度呢比较慢，所以呢，我们要选的是。我 VT 图它等速度运动是要是水平线，所以我们要选两条水平线啊。同时呢，甲比较小啊，乙比较大，所以呢，只有选项柱呢符合要求。因此，第二十题问我们说，请判断两纸袋运动时的速度 v、时间 t 的关系图为下列何者？我们答案选的是柱。